杀身，我挂住你，你冇事最好啦。其实你想攞到嗰样嘢，并唔喺阿张度，放弃，算数。佢哋班人足足折磨咗我成24个钟头，我又点会就咁算数啊？做呢行分分钟都会有危险，趁你后生早啲转行吧啦。阿张系个傻仔嚟嘅啫，冇得倾。 你都知道呢行嘅行规嘅啦，你唔放过佢，我亦都唔会放过你。沙信，我知你嘅，你点恐吓我都好啦，冇用嘅。你应该承认你失败，咪再阻止我。我要达到目的嘅，你听下我话啦，嗯？ 明金春啊，尊重！ 而家好啲啦，我真系估唔到会搞成咁。阿张，你话粒咳糖呢？我谂粒咳糖仲喺我肚墩度咯。有人话 X 光底片度根本就冇。你嗰日都见到噶啦。 我个粒声吞咗我个肚度嘅，讲笑话你。你应该明白，我好想得到嗰粒糖里边嗰啲嘢嘅咧。咁我坦白同你讲啦，嗰粒咳糖已经没有咯。阿张，Johnny，讲。 糖喺边？我投降啦！我呢粒子弹要穿过你嘅心脏。 我记得，我已经呕咗出嚟。
唔好理佢啦，无谓俾佢牵连啦。嗱，人死又不能复生，仲有啊，千祈唔好连累埋组织啊！你走吧啦。咩话？连累埋组织？你估呢度系越南嚟啊？要死几多人先够啊？个女仔死咗，大把黑又死埋，个傻瓜亦都可能会冇命嘅。系边个搞成咁嘅？一日都系你班契弟喺度搞鬼。呢次可以话为组织立咗个大功，胡福系个陷阱，组织利用你。同件事件目的系想查出敌对嘅间谍活动嘅，加汉、黎文甚至苗山都已经落晒网。一豪华大房车用，开枪咧你有着数嘅，我点都要脱离组织噶啦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其实。迟早会轮到你。架飞机胡福今朝已经交翻俾苏联，损失好轻微啫。有大白黑、姚东尼、奇里士，十十岁啦。不过有一个问题。极端政策，知道？死鬼佬！系啊！仲有两日到期。红线牵紧，本来无爱。